欢迎订阅娱乐小公举。近日陷入夜宿风波的李小璐和贾乃亮携手亮相东方卫视跨年晚会，正处风口浪尖的他们，虽然双方都已经澄清，但是舆论并没有平息。跨年晚会上，李小璐牵着贾乃亮的手还不到两秒，贾乃亮就放开手了。在演出结束后，有媒体拍到贾乃亮独自带甜心离开现场的照片，未见李小璐，网友评论道，不管真相是什么，只希望不要伤害孩子。